能抬能飞。啊，最暖心的时间，空鬼 number one。还蛮希望这边可以全配音的。冷淡的吐槽，女儿有了另一半就会冷落父亲。无理剧左右哟。阿加特必须要付出代价，怎么可以让提达有没有整套人体实验？开门，他们都是武术大师，怎么可能不知道你在那呢？叽里呱啦，叽里呱啦。曾经喜欢他的妹子们。艾斯蒂尔担心的眼神，然后被雷恩戳破。神秘的云师傅，哎，奥船有关。钻研五，师弟啊。
真的能够跟卡西乌斯有没有习武是多么棒的、啊、但是都是不同流派啊，直接被打破了。下午茶，哇！原来现在才是第二圈，是吧？哦，没有哦，好消息，刚刚那个就算第二圈了，现在是第三圈。师兄，看一下时间，九点半，看来我们今天应该有望把这一圈玩完，没问题啊，对不对？楼上有人呢。就只是个打杂的，神预测。看他没有那个惊叹号，想说，哼，打杂的，没问题，打杂的，打杂的女仆很重要的。这边应该是首脑人士比较居多，我们就一样从后面开始聊吧。哦，这里才是首脑区。聊聊，还没全部找到，聊天之轨迹。眷族，当然要联系啊！你们可是对不对？有这魔女，人都已经脱离了现实了。黑夜眷族。哇，这感觉就之后会收到。之后就会跟黑夜眷族对决，啊，很特别的组合。手很痛，兵力动向。教会也有相应的措施，而且教会居然是最了解，也最害怕。
所以我就一直在想说，为什么他们这个有没有千字养言没有去找到教会？因为教会本身就已经够足够强大了，有没有？休息啊！我们必须要跑遍全世界啊！呵呵，哎，好可爱！亲呀，好可爱！同样执法，他已经被迷倒了。还出现两位大天使。宝宝，他被抓去关。放弃阻止了。对，这是性骚扰。不能就快跑。缩地术，就砰，强化了身体。耶！多戏弄，多观察一下。话说刚这边才刚刚聊天室，有人说，刚一直提到教会，有人说以为教会是要表面中立，不适合参加台面上的战争。但因为这个就已经影响到全世界了啦，因为这不仅是台面上，还包含台面下了。对啊，才想说，哎，教会怎么没有来打交道？但其实有没有教会，应该像他说的，可能都做好了一些准备了。4年没见，啊！学生的学生，
简单来说就是自创门派。